一个动作就让你想到一部电影，你信吗？胡歌电影温度计就要跟大家揭晓有网友票选的十大电影经典动作排行榜，看看四五六年级生记忆中哪些电影经典动作一直被模仿但始终无法被超越呢。 Let's go Number 10。划过双眼的 V 字舞，这套经典舞步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跳的。最近星球崛起再度吹起了星星风，这位金刚有谁不知道吗？敲打胸膛的动作就是经典中的经典，搭配嘶吼声效果更加油。Number 8，骇客任务躲子弹，咻咻咻！完全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超高难度模仿，虎哥还是要提醒，小心你的腰呀。Number 7，这个动作一出来，大家都不陌生，武术宗师黄飞鸿这双手一张开，哎呀，筋酸呐。Number 6。英雄本色里小马哥在饭店枪战时就叼了一根火柴在嘴里，据说功用是耍酷，没别的啦。呵呵，这是火柴不是牙签，大家要看清楚哟。 Number 5，呵呵哈，咸蛋超人超经典的电影动作模仿容易，每次虎哥只要把手交叉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发射光束出来一样。 Number 4， Her role as the goddess who was all bubbles and sweet innocence。 Oh, you feel the beast from the subway？ 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性感姿势中的经典，这款 pose 外在的风量控制非常的重要啊，不然一不小心呵呵都看光光了啦。Number 3， Boom Boom Boom， 农历七月到了，中国最有名的就是僵尸， but 为什么是用跳的嘞？因为是尸僵硬了吧，那手为什么要伸直嘞？网友表示这样才可以测量距离，不会变成僵尸骨牌嘞。Number 2，功夫之王李小龙加上杀气满分的眼神，啊哒帅！哇哦，摸鼻子的挑衅动作，李小龙的弟弟说其实是鼻子过敏养成的习惯嘞。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的电影经典动作 Top One， 准备好了吗？当当，就是这部经典到上映14年后竟然重置再现大荧幕的《铁达尼号》。当时杰克和罗斯两人站在船头张开双臂的 pose， 不只是搭船比模仿，连拍照都是经典姿势，好浪漫啊。看完电影中的经典动作 Top 10， 你模仿过哪些呢？下面留言开放投票哟。要哭了吧，虎哥最喜欢模仿钢铁人呢，不懂。